吐了。对对对，还要再一把，再一把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好可怕！臭连套，都臭的，怎么都臭的啦？要干嘛了啦？请第一队拍米，然后用你的脚大拇指沾那颜料，帮他画出一个小狗的鼻子，然后跟小狗的嘴巴。哦，这个还适合我的。方田用啊，方田用啊。确定？因为方田臭，方田是演艺圈手脚很臭的。这个我都会害怕的。拍一个，十。这个真的，对不起哦，对不起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我心里准备没办法憋气，不要。妈妈，装图片是怎样吗？哎，哎，可以哦，你可以趁他换，你可以趁他换，忍不了，忍不了，忍不了。姐，我是故意的。我知道。哦，我看了都想吐了。再来，再来，还要再一把，再一把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还要再，他脚真的很臭，他脚很臭。对不起。他也流眼泪了，中毒了。不然，站着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好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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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在模仿小丑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很适合你。这个还，这个还适合我的。方天亮啊，方天。哎，这个很适合我。我是说，还不是他适合。吃到了，吃到了。你知道？但是我也会难过。来，我们那个姊妹，姊妹猜对一个，我就觉得 OK。地上。好，请转身。预备，请看。一、二，答对。有。第二张。一。哦，他在哪公司？坤达。你看第三张。一、二。六张。哎呦。第四张。一、二、第三。第五张。一、二。他的那个跆拳道那个。二。他的那个跆拳道那个。杨OK， 好，那大家今天辛苦了，我们好好回房间休息一下。